project power. That's good strategy. It's good for our manufacturers are creating job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 奥巴马总统呼吁三藩市一群忠实的支持者协助他获取连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参观洛杉矶港口，被指控在2009年圣诞节试图炸毁美国客机的尼日利亚男子被判处终身监禁。罗德岛公立学校委员会投票决定不会就法院下令移除一家高中祷告标语的判决上诉。历史上最长寿的电视喜剧动画《阿森一族》在星期日播出第500集。